场相当的热闹，请看台视记者谢安还有黄君豪来自美国德州的采访报道。饶舌歌手大鸡点燃美国南方音乐节属于台湾的这一晚，台湾之夜嗨翻美国南方音乐节舞台，我们可以看他们呢现在会不会讲中文不是问题，强烈电流通过身体，摇滚区激动到恨不得直接挤上台。Trash 乐团下摇滚宣言，乐团皇后皮箱飙出复古魅力。It's been excellent。我烧瞎了。因为叫太大声，很嗨。不只是开心，而是一种甜甜酸酸初恋的那种滋味。饶舌女歌手狸猫结合影像效果，风格特殊。文化部连续两年主办台湾之夜，2016年推荐艺人，演出场次达到6次，场地规模更大。在音乐大熔炉奥斯汀，努力创造机会，打出台湾品牌。记者谢安、黄君豪，美国德州采访报道。30秒。